刚才什么什么什么逼样那个什么整酒杯那小子来来来啊，搁这儿22号买来，来说来整酒杯来，你告诉我什么风险？封你妈钱，你妈风险说话。这个喂，能听吗？喂，嗯，能听着，能听着。我一听你这声音，我就主哥，就突然间脑子里面就蹦出一行字：合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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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合理。你说，其实我只是很想说，这个美国还是很强大的。别人在那边想去的话，肯定是有道理的。啊，那整什么道理呢？你讲讲。他肯定很强大嘛。怎么强大的？讲讲。首先，肯定是军事很强大嘛。怎么讲的呢？要胡塞打成那逼样。没有啊，军事、啊、那个中东没吃亏吗？不是，我之前看你那个视频，你说别人也有说军事，别人美国军事很强的。不是，那我不太懂，我不太懂军事有多强大。我就看新闻，我就看说听说搁胡塞，听说搁胡塞吃瘪了。我记他没打呀，他没打呢。闹玩呢，他们搁这儿。不跟他见识。啊？不跟他见识。啊，不跟他一般见识，打就打了，死就死了，没所谓，我没跟你玩。啊，你小地方那个地方穷了，放那个打他没意思啊。那所以我舍几个人，什么整点装备，或者说我花个几百万来场空袭，狗逼没打着无所谓。我不是不跟他一般见识，你空袭人家干啥呀？说一下重点啊，就是你不是我问你，不跟人家一般见识，你给人家空袭人家整个城市干啥呀？总要意思一下嘛！我操，白宫怎么没雇你去当发言人呢？你这要说你解释一下都合理了。完，你刚才要说啥？就是你之前视频，别人也有跟你连线视频说，美国军事很大，你说那个美国军队里面那个人种构成很多，嗯，看起来的话，就是他会有顾虑。你之前说的那个视频，啊，对对对，确实会有。但我想说，现在打仗哪里看人多的因素比较弱了？看啥呀？有些看谁元宝多，看谁金币多，升级装备。那看啥呀？就比如那个生化武器。生化武器，比如他们搁自己家里那个夏威夷岛上用的那个。不是不是不是。那用啥呀？哪怎么说生化武器？哪项技术？生物武器，生物武器，远程直人呐？不是，这地区病毒。远程直人是生物武器吧？我感觉应该是生物武器。这细菌病毒那些吗？就现在，哥们儿，就现在搁这世界上打仗，还有敢使细菌病毒武器的？口罩不就是美国弄的吗？这么厉害！我操！啊，原来你是这个档次的，我他妈低估你了。你连这都知道？这不是？铁子，你认不认识英文？会几句，会几句。看看我是干啥的？能不能看懂？能不能看懂？这个是啥？这是不是我？贼鸡巴帅。这个认识吧？这是啥证？认不认识？这个银行卡吗？这是。操你妈！这是我公交卡，你像傻逼似的，你滚吧！你妈逼！我信你多大活？这公交卡，我他妈搁美国坐公交车用的。傻逼！去你妈！你傻嘚儿似的！我他妈信你多大活？你妈！你都说你搁下面逼逼他们半天，你一张嘴我就觉得合理，真他妈合理！公交卡坐车用的。傻逼！